直男形象全破功，知识分子瞬间变野蛮人。我们这位先生很爱讲自己是什么学者啊，我觉得他兴奋起来，突然变成一个无脑的原始人。第一次看到克兰，他就，校长，你看看到肌肉，我就会有一点嗨起来了嘛。看到我这边没有嗨起来，比我小的我都没有感觉。不要屁！不要忘记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